春暖相见，我还留恋爱恨纠缠，几许在从前，往事迷眼不过一瞬间，星辰在落山巅，心里也想不忍。慕寒，我可能已经被录音了。先等一下，你仔细想一想，有没有露出什么破绽？没有。他们必然会在录音上做手脚，我们与其等待，还不如主动出击。千岁子，我忍你很久了，别以为我好欺负。你是不是神经病啊？跑这儿来撒什么酒疯？给我滚出去！该滚的人是你，鸠占鹊巢，死皮赖脸的缠着莫寒，我都替你害臊。我告诉你，能鸠占鹊巢那是我的本事。因为我背后是大帅，是日本商会，只有我能实现他江莫寒的野心，而你只能成为他的绊脚石。你要是有本事，就光明正大的和我争，而不是在背后陷害我，找人试探我是不是星火会的卧底。什么试探？什么星火会卧底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既然敢做，就要敢认。好，田先生的死，楚云帆逃跑，哪件事情跟你没关系？我怀疑是你策划了这一切，而这些就是你的任务。诬陷不成就开始血口喷人了，你也就这点本事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杀了你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惹我，我不叫你鸡犬不宁、三刀六洞，我于清欢三个字倒过来写。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亏得你我相认了，不然真的难以预料我的下场。怕了？怕了，怕了，怕了，怕了。讨厌。不过怕夫人有什么可丢人的？我乐意。算你识相。Thank you.
是星火会的卧底，代号雀巢。我一手策划了田先生的死，帮楚云帆逃跑。千岁子小姐啊，你也是星火会的卧底？大帅糊涂了吧。哦，原来你特地找我吵架就是为了这个。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这卷录音带怎么来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千岁子小姐，你故意嫁祸清欢，还把大帅耍得团团转，成心的吧？这卷带子是一个女学生给我的，我只是……女学生啊，来，是他吧？谁指使你的？你只有一次活命的机会，想好再说。贱人，竟敢拿假录音诓骗我！我要不是留了一手，今天死的人是不是就是我了？继续吃，撤。于清欢必须死，否则我们的合作作废。你消消气，有什么事情可以谈吗？对不对？没得谈。想跟我们合作的可不止您一位大帅。是是是，对。那我等您的好消息。蒋老弟啊，不要为了一个女人耽误了我们的大事。大帅有话直说。为了不让日本商会终止和我们的合作，那只能送于清欢和他姐姐团聚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这是命令，违抗命令的下场，你应该清楚吧？大帅，我可以安排他离开北州。整个督军府都在我的监视范围之内，你猜一猜，我会不会让他活着离开？这个是五年前你杀于清秋的枪，或许他能帮你找到那个曾经冷漠无情的江某汉。
若是靠你，阻止多年筹谋毁于一旦，国也危矣。若是纵你，不，任务要报，情况我也要报。像明月高悬，我江默寒，上跪天地，下跪父母，他人休想让我屈膝。今日我只求大帅保清欢一命。杜鹃，大帅说军令难改，您还是请回吧。大帅，我愿付出我的一切，包括我的命。你说不允，我长跪不起。星辰在我身边，请你笑然。心如月沉不染，这一抹清欢。你想保他一命，除非你拿更有价值的东西来换，比如说楚云帆、星火会，还有孤舟。恭喜于小姐，你已经怀孕两月，胎儿一切正常。等任务结束再告诉莫寒吧，现在可不能让他分心。莫寒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事，就是想你了。这才多久没见，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我要的是一生一世。我们会一生一世的。今晚为了你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却从缝隙中逃跑。